虽然前场比赛没有安打，但是黄少呢也获得了有三个14球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他的近况呢是用一个大红的笑脸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地方向，由于手侧身接，这个球没有接到，传到左半边去了。黄世豪呢利用右地手这个球没有接到，上到一垒。我这大概也是场地比较湿滑，有一些变数，所以呢变成守备人员的专注力要特别强。你注意看一个，已经到位了，结果手套放的位置太高，所以没有办法把球拦下来。